重要的问题，明白的回答。思不真，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注意句子的关系，不然你就会错失经文的含义，因为乍看起来，仿佛救主教导我们：“我们信他，乃是神的功。当然，这很正确，在其他经文里很明白的教导，信心是神的工作，但是。 这处经文的教导并不是这个，如果你们看前后文语境，就会很清楚。首先，我们救主对人们说：“看看你们怎样为身体的食物劳力，你们跑过整个海岸找到我，为的是让我再拿饼和鱼喂饱你们。现在你们要追求更好的事情，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温柔的责备他们。 不要把力气都花在追求爱金饰的好处上，要想想你们不朽的灵魂，要解决你们灵魂的饥饿。灵魂是比身体更好的那部分。他们立即回答：“你让我们为不灭的食物劳力，那么我们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得到这样的食物呢？”我们用的一本没有表现出，他们用的就是救主用的那个词。他说劳力，而他们说我们当行什么？ 才算是劳力做神的功，神的功是什么？他们明白了他的话，问了相应的问题。当人们在属灵的事上醒过来，就自然会呼喊：我们怎样行才能得救？我们当怎样行才算做神的功？这个问题有毛病，他们的无知和错谬大大影响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需要做一些功，要通过行事，遵守律法，正的功德。 所以才这么问，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行才算作神的功？救主并没有因为问题的形式而责备他们，还不是时候指望完全准确。相反，他给出的是他们能够明白的真理。你们想知道什么才是你们应当做的神的功，或者讨神喜悦的功。神的功就是人所能做的最讨神喜悦的功，就是信他所差来的。 信心是神在我们里面做成的。我已经说了，这是神的伟大真理。但然而，此处的教导并不是这个。这里所说的是，如果人想要做工，那么首要的工就是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有谁反对把信心称作人的行为吗？若是如此，请问他为什么反对？没错，信心是神的恩赐，但是这一刻也没有改变另一真相。 就是信心也是人的行为，因为信心是也必须是人的行动，没有哪个正常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你们敢说某人不相信吗？那么我就敢告诉你们，不亲自相信耶稣的人是失丧的人。而如果存在不属于人自己行为举动的信心，那么这种信心救不了他。人必须自己信，不然就会灭亡。这是圣经里明显的教义。 悔改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的，但我们必须自己悔改，不然就绝不会得救。信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的，但相信悔改的并不是圣灵，这些是人自己的行为。我们用心相信矣。如果我们不信，那么我们就享受不到赐给相信之人的应许。因此，信心是人的行为，是首要的行为，最讨神喜悦的行为。 是最像神的行为，或者正如经文所表述的，信神所拆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为了展示这一概念，我祈求从高天来的帮助。是这样的，信心是人能够做的所有行为之中最可喜的。这里称信为功，但并不严谨、不恰当，因为绝不能把信跟行律法之功相提并论，二者有本质的不同。但是。 救主用了这个他们使用的词，为要针对他们的无知教导他们。一信心是所有真实之功的概要。把信当作一种功，那么信心就是最讨神喜悦的功。因为首先信心是所有真实之功的概要。信心里面有各种可能的圣洁形式。一颗象石里面可能有一片森林沉睡，在信心的界限内也一样，尽管信心小。 却藏着各种美德，可能用显微镜才能看见，但肯定存在，只是需要发展。悔改住在信心里，因为信耶稣基督以致得救的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必定对罪怀着某种憎恨，不然就不可能接受基督来救他脱离自己的罪。对神的爱在信心里面，因为确凿无比。除非我感到灵里对一个人有某种爱。 不然就不可能信靠的，全然信任他。信心，也就是灵魂对基督的完全信靠，亦是如此。其中蕴含的对基督的爱可不少。如果我面前有一份圣灵所有恩典的清单，一样一样的拿来分析信心，我就会发现圣灵的这一切善功都在一定程度上藏身在相信耶稣基督这一简单的举动里面。我知道。 你们有些人说过，我要得救所需要做的就是这个吗？我只要单单相信基督，就是说把自己交托给他。是的，这就是全部，这是微小的举动，最无知的人也能做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不可思议的美善奥秘。有时候我看到别人在胡桃壳里面精心收藏着各种珠宝，说是给我的夫人手套配套的。同样。 在希尔德生这个小小的胡桃壳里，仔细的人可以看到神圣灵的所有恩典。此外，所有恩典都会在一定的时候由信心生发出来，因为信心概括了基督徒的整个人生。弟兄姐妹，请你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看看是否能想起任何高贵、勇敢、荣耀的事。在这一章中没有对应的部分，但是请记住，对于这种英雄主义。 圣经这样描述，不是出于这样那样的美德，而是出于信心。这串长长的名单，从最开始的亚伯到最后一位，都是信心做了一切。从信心里有了堵住狮子口、熄灭火焰的能力。软弱的人变刚强，是信心践踏试探，是信心胜过世界，是信心得到圣洁。你怀抱这个小婴孩，感觉不到什么重量。 但在他里面有那边皇家军队前锋统领这个六尺男儿所有的一切，同样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真基督徒，在恩典里面也完全只是婴孩，正在呼求主啊！我信，我的不信，求主帮助的人里面，我很清楚，我们救主为什么要说：如果你们想做神的功，就必须信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因为信这一举动里面。 蕴藏着所有的美德，这些美德都会在一定的时候从这一行动里生长出来。二、信心本身讨神喜悦。现在来看今天讲到的第二个要点：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一简单举动成为信心，而信心本身是最讨神喜悦的。首先，信心是受造物承认自己的神。当一个人说“我不在乎自己的灵魂”， 他就是奉行无神论，否认神存在，活着仿佛没有神。当一个人说“我不需要救恩”，就是在反对神的见证，因为神宣称：“我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可憎。”诗篇十四章三节。当一个人说“我可能错了，但我能自己改正，我的善行会拯救我”，那么他就是跟神闹独立。其实他是把自己当做自己的神。 所以，事实上是设立了别神。但是，当人呼喊我犯罪了，就是承认律法是良善、圣洁、公义的；当他又说我犯罪了，该受刑罚，我甘愿受罚，就是承认天上的法庭，承认其判决的正义，是被逆的心顺服于神的权柄；当他又说：“伟大的神呢、啊？”我听到。 你已经赐下你的儿子来为罪人流血受死，好叫他能够把信靠他的人拯救到底。我确实信靠他了，那么这人就完全降服于神了。此前他说我不信这个，这不合理，这是骄傲的理性仍然在悖逆。或者他说这可能对，可能错，但我看不到救赎的既有多美，这仍然是骄傲的心在跟神作对。 但是，当这人信了，就来到了正确的位置。当他相信耶稣基督，接受经由那伟大的祭而来的怜悯，神就喜悦，因为他越轨的可怜受造物回到了正确的位置。神在信心的行动里看到正义恢复了，神喜悦信心，也因为信心接受了神的和好之道。神赐下基督，以便我们可以借着基督跟他和好。当一个人说， 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他就接受了神的和好之道，那么神就必然跟他和好，因为神如此应许了。神渴望跟人和好，不愿谁灭亡，但是他们必须悔改。所以，当他们愿意按着他命定的方式跟他和好之时，他就会欢心。这样的举动表明他们顺服他的智慧，信任他的爱，顺从他属天的旨意。这就是他所寻找的。 这一切都包含在信心里，所以神很喜悦信心。也许信心在神眼里最蒙悦纳的成分在于信心赋予耶稣基督尊荣，因为他十分爱自己的儿子。我们无法说出父神对他独生子的爱有多深。羞辱基督的事必定让父神十分憎恶。而我的朋友啊，你信靠自己就是羞辱基督的功德和救恩，是神憎恶的。 但是，当你把这些都丢掉，单单把盼望寄托于他成就的伟大袋鼠，那么，因为你的信心尊重耶稣，所以神就喜悦，会把尊荣赋予你的信心。仅仅追随那位置高大祭司的人，神绝不可能丢弃。如果你仰望耶稣，那么你仰望他的这双眼睛就绝不会失去视力；如果你心里依靠耶稣，那么你的这颗心就绝不会失去生命。 如果你的灵魂因耶稣而欢喜，那么你的这个灵魂就绝不会失去喜乐。事实乃是，信心让我们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因为受造物跟他的神之间，除了依靠之外，还有什么关系是正确的呢？既然神造了我们，他有一切全能和力量，那么我们就该为我们本身，也为我们的福祉而完全依靠他，这岂不是最合适的吗？看看。 他如何把世界悬在空中？地球从不会蹒跚，却由神那看不见的手稳固地支撑着，有力前行。那边的星辰，尽管都是很大的世界，但本身并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位置，而是神的能力拖住他们。万事都有赖于他，受造物唯一的位置就是完全信赖的，除了信心，这还能是什么呢？我相信天堂有信心。 别跟我说那里没有信心。我相信天堂的实质就是荣耀的运用，无条件的信心，绝不怀疑。对于每一个在神宝座前的灵魂，每时每刻都为自己的不朽和极乐而倚靠神，很有把握的知道神绝不失败，这乃是他们的喜乐。有些种类的信心可以变为眼界，但是如果信心是信赖神，我就赞美神。 因为我在天堂比今世会有更多的信心。完美的孩子必须拥有对完美天赋的完美信心，因为信心让受造物有意识的信赖，所以神很喜悦。信心让我们孩子般的安息，以此恢复我们。如果孩子落入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手里，被告知父亲恨他，正在尽一切可能毁掉他，那么一开始孩子不会相信，但是。 也许不久后，他就会认为是真的。从那时起，他会用错误的方式来解读父亲的每一举动。如果父亲表现得比平常更慈祥，那么很可能这个被误导的可怜孩子会觉得，这种表现蕴含恶毒的狡诈，胜过父亲其他普通的行为。孩子会违背父亲的命令，令他发怒。要让这个孩子改正，首要的事是什么呢？你可以让他怕父亲。 这样，他外在的行为就会规矩起来。但是他只是在等着时机来挣脱束缚。假使有可能让他相信父亲，确信父亲爱的一直都是世界上最慈爱的人，那么他就会投向父亲的怀抱。他会有足够的意愿顺从所信靠的父亲，他乐意这么做。你赢得了他的信任，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信心给我们做的。 魔鬼和我们败坏的本性说：“神不友善，也为他制造了可怕的地狱。”等等。信心进来喊道：“他抛弃了愤怒，为罪付出了完全的暑假。他愿意接纳我们。”然后信心说：“信靠他，毫无保留的信靠他。”当灵魂这样做了，信心就会见证他已永远的爱爱你。耶稣为你而死，他为你预备了天堂。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感受，那就会发生何等的变化呀！那样，你就会恨无罪；那样，你就愿意说：“我怎能欺骗那么慈爱、良善、正确的主？”在这样的动机下，你会侍奉他，为他而活，简简单单的相信他之举，成就了一切。这是人性情变化的关键。对神的看法错误，让我们被逆。 但孩子般的信赖、无限的爱，让人心软化、成圣，让人成为伟大天赋的真儿女。那么，我们说信心本身就十分讨神喜悦，你会觉得奇怪吗？如果你问你要做什么大事来讨神喜悦，我们不会告诉你去建造一排救济院，或者资助一所孤儿院，或者让你舍身给人焚烧。我们会告诉你，相信耶稣基督。 你做到的就比这一切事加起来还要多。三、信心检验行为。现在来看，为什么信心如此伟大的第三点原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可以检验对神的侍奉，因为所有的行为若没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都不是为神做的。我来解释并证明我的论点。假设有一个人说：“我想要为伟大的神而活，为他做工。” 没有信心做工的灵就是错的，朋友。假设你对我说：“我要为你而活，一生侍奉你。”但我不准备相信你的话，那么我们之间会出现分歧，使得你不可能为我做任何侍奉，或者你做的任何事对我都毫无价值。你一开始说我撒谎，然后又说要侍奉我。你们许多听过福音的人，也许认为你们在侍奉神，尽管你们从不信基督。 但我告诉你们，你们最好的行动也不过是粉饰的罪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必然没有真正的长处，因为你一开始就说神撒谎。你说这话太损人了，我没办法，这是约翰的话。他是圣经人物中最温柔的。约翰说：“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约翰一书》五章十节。 如果你一开始说神撒谎，那么你之后做什么我都不太关心。我十分希望你遵守道德，而非道德败坏；谨守而非酗酒。但是归根结底，如果你坚持说神撒谎，那么无论你处于哪种情况，终究会失丧。如果你不信耶稣，那么你所有的圣洁都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为神做工？可以这样检验。 信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没有信心，行事的动机就有问题。另有一人说：“我相信应该得到神青睐，我完全坚持做正确的事，有许多善行。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某人回答：“我是为自己的救恩做工。”换言之，你是在为自己做工。那么，你是在为自己付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己字。 你的行为从头到尾都是自私的，你试图变得良善，以便可以借此去天堂，从头到尾都专为自己的人生是卑贱、赤贫的人生。创造你的主就是你有义务而全心去爱的，你却一点都不爱，只是卑鄙的假装爱他，为要救自己。你对他怀着一种吃饼的饱的爱，就像驴或牛对谷仓的爱，这不是真感情。 己是主宰你的暴君，那么你怎能做出正直的行为呢？而你一旦信了耶稣基督，就得救了。从那日起，你活着就是要荣耀主名，要把他在你里面做成的行出来，立志并且行出他良善的美意。但在你因信得救之前，己必然是放在首位的。只要己还是人的目标，他就不可能有德性。而在得救之前， 每个人都是把己当作目标的，他得救时就升入了更加高尚的氛围中，他做的功也蒙神悦呢。你们没有明白吗？你们必须脱离自意，通过相信基督得救，才能真的开始做神的功，而在这之前，都是为自己行事，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无法讨至高神喜悦。亲爱的朋友。 因信耶稣基督而活，才能证明你们是诚心为神做事。因为当你们的骄傲还居首位的时候，怎能真的为神做工呢？神告诉你，你最好的行为也不完美，救不了你。他把自己的爱子挂在十字架上，要拯救你，因为你是个罪人。你转身背弃十字架，说我自己的功德足够好。而之后，你竟然又谈论侍奉神。 你弃绝他的儿子，羞辱他，那么他怎能从你手里接受任何事呢？你选择了自己可憎的义，这就触到了神的痛处。你的义就像是一堆肮脏的破布，在神眼里是一堆恶心的脏东西，你却宁可要自己的义，不要他儿子的血和义。犯下如此凶恶的罪行，你怎敢谈论侍奉神呢？阁下，不可能的，你心底在撒谎。 丢掉谎言吧，你的骄傲还在惹神发怒，那么你怎能侍奉神？他告诉你，你必须在他爱子面前屈膝，信靠他。但你却回答：不，我必须感觉到什么或做些什么。这就等于是说，我要按自己的方式得救。你行了这个之后，谈论侍奉神，那么你说的“我愿意”其实就是在反抗他。假设你的儿女不愿意做你叫他做的事。 他当面反抗你，他说他要自行其事，然后他去花园里采一朵花，希望这礼物能讨你喜欢。什么？被你的手带来的花？而他还在任性发脾气，他认为可以用这么微不足道的东西来讨好你吗？你说不，孩子，这不顶事儿，你必须先服从父亲，承认自己做错了。他撅起嘴来。 说绝不会顺服你，然后又请求吻你，你会让他吻吗？当然不会，直到他先顺服才行。这就是许多寻求神的人所处的境况。他心里有邪恶的骄傲、悖逆的意志。如果他愿意信耶稣，就证明他放弃了这种骄傲和悖逆；但是如果他不顺从、信靠，那么就不能指望神拯救他。四、信心是印记。 今天讲到的第四点，信神乃是最有福、最蒙悦纳的事，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祝福的印记。请注意，对神的信心乃是印记，首先是拣选的印记。请读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来基督这里，就是天父赐给他的人，你是他的选民之一，这是何等的祝福啊！ 对所有与拣选有份的人，拣选的教义充满安慰。拣选本身是最大的恩宠。但我如何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呢？通过在这一见证，凡夫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每一个神所拣选并达到成年的人，都会信耶稣基督。只要你的的确确信耶稣基督，就可以确凿地肯定自己是预定得永生的人。其次。 信心也是有效恩召的印记。如果你稍微看看下面的经文，就会看到：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这些都是基督专门说的，表明凡来基督这里的人，必定是天赋吸引而来的。这就是说，有效恩召把神的能力显在他身上。 一旦确信自己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之后，就没人需要说我是父吸引的吗？因为除非从天上赐给你们信心，不然你们不可能信耶稣基督。第四十四节已经尽可能的清楚明白了。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来他这里了，所以必定是父神吸引你了。再次，信心向我们保证了信徒永不失落。 请读第四十七节经文：信的人有永生。你无需问我领受了永生吗？你要先问我信耶稣基督了吗？若是信了，你就有永生。请你注意，当你得到新生命，这生命不是持续到一季度就结束了，也不是保守你活到很老，然后任凭你面对试探和死亡。不是的，信的人有永生。如果不是持续到永久。 就不是永生，由此凡信的人就得到保证，主会保守他到底。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这不是耶稣说的吗？他不是告诉我们信基督了，里面就有活水，只涌到永生吗？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而这件事在本章中，基督是这样说的。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人喝过了基督耶稣里的永生，就绝不会再渴。信心带给我们的可不少啊，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圣经两三次告诉我们，凡信基督的，末日会复活，信心确保了复活。请读三十九节和四十节。拆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怎么知道我将会荣耀的复活呢？我怎能确定？尽管今世的皮囊朽烂了，但当基督在末日站在地上时，我会在肉体之中得见神呢？约伯记十九章二十六节。因为我相信神所拆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我很肯定。亲爱的，信心是天国地契上面的印记。 这地契向拥有的人确保今生和永恒里的一切。如果你信，那么护理之工会为你运行；如果你信，每个天使都会为你展开翅膀；如果你信，生命就属于你，而死亡看起来要终结生命，其实只是主命定的看门人要打开另一个更光明的房间。如果你信，神自己就属于你，他儿子基督也属于你。如果你信。 天堂及其永久无限的喜乐，就是你眼未曾见、心里也从未想过的，都属于你。相信神、信靠救赎主的人，没有什么会不给的。唯愿主赐信心给你们众人。你说，看呐，我感觉不对，别在意感觉，信靠基督吧。但我是这样的罪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看呐，我之前已经试过了。 逃离你之前的一切努力，别再尝试了。请接受已经完成的工作。现在就信靠耶稣。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现在把自己交托给基督，那么就在我坐在这长凳上时就会得救。没错，就是这个意思。不管你是谁，今晚仰望耶稣就得救。如果你愿意不再指望自己，而是把灵魂交在耶稣手里。 就得救了，因他已经立誓要拯救那些倚靠他的人。唯愿听到这福音好多次的人，现在就第一次真的明白福音，说真的信他所拆来的耶稣基督是所有事情中最伟大的，是吗？主啊，我信我的不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求你现在拯救我。神呐、啊，此时此刻因耶稣的缘故。 求你帮助许多人发出信心的祷告，阿门。